你今天怎么约我出来？该不会你要找我复合吧？我可以哦。我遇到一些感情上的问题，你有男朋友？没有几个人知道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告诉谁，只有想到你。不好意思哦。没关系啊，你有问题都可以来找我。谢谢。所以怎么了？我是不是一个很黏的女朋友啊？是不是我太黏了？我一天只传两封简讯啊，不知道是不是他想要更多的空间？我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啊？小静，你没有任何的问题。有问题的是他的脑子，还有我的脑子。吃啊吃啊，你都不吃，还是当艺人不能吃太多。你不吃，我要帮你吃了。谢谢谢谢。不是我在讲你，你连一杯泡泡红茶都不送，你这样怎么挡住麦克大叔的攻势？谁是麦克大叔？我也不熟，不过他的故事我都会听来的。就算他要追一起，我有什么好担心？他追一起，你真的不用担心。但是啊，在江湖上追这个字就代表上，所以怎么样？他现在想要上一起，对你来讲你不用担心。讲话太浮夸了吧？会说过很多遍。我没有浮夸、啊。好，我跟你讲一下这个人的传奇故事。人高人帅，有钱又有礼貌，最重要的是内很大，力大，肌肉啊！没看到背景？他以前是职篮球员，而且家里面是开意大利连锁餐厅，所以对品味非常的要求。像一些什么Versace 啊、Gabbana 这些大牌子啊，都是一箱一箱衣服直接运到他家，他挑完以后送进专柜才可以卖。男生那么娘，女生会喜欢吗？嗯。现在女生啊都非常喜欢会打扮的男生。你这是什么竖梯？哎，立领，你讲杰森斯塔森、巨石强森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的品味你不懂。对，我真的不太懂。但是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啊，连男生都不讨厌他，真的是很有魅力的一个人。塞，这样讲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看啊，也只有用哀兵政策啦。硬碰硬应该不会有好结果。我有我的魅力，你不知道吗？哪里？在哪？我没有看到。哎，算了，我只是没送花而已，有那么严重吗？我现在不是叫你我说一动你做一动，你到底喜不喜欢一起？我当然喜欢，那么明显，看不出来，那就表现得明显一点嘛。你还真的以为你是十年前的帅哥阿华？你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基本配备，头发还算茂密的大叔，好吗？赶快动作要快，约他吃饭，不送花，不送礼物 ，OK？ 哎呀，拜托你太夸张了吧！我只是忘记，你需要那么激动？再忘记他就会把你忘记的，快约！现在约？不现在约，明天、后天。还是等到麦克大叔开始抽事后烟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好，我现在去约。现在约，再来一次吧，一起啊。啊。你会不会不喜欢来这边啊？不会啊，我都还不知道有这种地方哎，还蛮酷的哎。通常女生啊，都比较不喜欢来这种看起来脏脏旧旧的地方。
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想象力都比较丰富，都会想说这些桌子椅子前一个主人是谁，还有是二手的，那会不会有什么副总在上面？哦，干嘛吓人啊？不要讲这个啦！拜托，这么凶你还会怕鬼？每个人都有弱点好吗？像我就不怕蟑螂啊，你怕哦？不过在这种二手家具店呢，真的可以挖到很多宝。因为每一张桌子、每一张椅子、每一个家具呢，都有他自己的故事，这也是他们迷人的地方。好，那蒋大设计师，你要带我去挖宝了吗？好啊，我们从那边开始。来，看看，哎，帅哥，帮我看，里面什么都有了。哇，它真的超正的哎。应该有 C 吧。嗯。哎，帅哥，慢慢看啊。哎，我问你，嗯，跟他游泳，还是冰与火砍光头那把剑，你选哪一个？二选一。当然是那把剑啊。选剑干嘛？小剑是女神呢。哎，老板，这边有没有新的？不好意思，这还是二手的。啊，我不，哎，不然这样问他。哎，帅哥，帅哥，我问一下，嗯。如果跟小静打击三十秒，嗯，或是选冰与火那把剑，你选哪一个？当然是跟小静打击啊，谁会选剑呢？对啊，哎，而且她是我前女友，你问我其实不太准。屁啦！不要放弃治疗，歹喽！我说的是真的，而且她现在就在楼下，怎么可能？叫她上来啊！不然这样好了，如果你把她带到我们面前来，今天这些东西通通打对折。你说的哦，不过要乱闹哦。好，靠，真打电话。喂。哎喂，哎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？怎么了？你可不可以上来一下？你还好吗？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拜托上来一下下就好，拜托。啊？哦，好。Yes。怎么这么突然？我还戴眼镜很丑哎。不会，你怎么样都漂亮，好吧？来，这给你。什么？庆祝你们进决赛。那，嗯？就现在才反应过来。这花我挑很久哎，而且心意是不会变的。今天晚上要干嘛？我请你吃饭。今天晚上不行哎，我跟朋友有约了。谁啊？就朋友。那明天晚上？明天也不行哎。后天可以吧？怎么最近变那么忙？你们不是比赛完了吗？可能要等到下礼拜三或礼拜四吧。哇，那么久。我刚才好像有点太开心，吓到你了。哦，没事的，我先讲个电话。时间要去哪里都可以。你预约后面时间干嘛？这样才有礼貌，你不会觉得临时预约没有礼貌？好啦，其实我后面有好多时间，我全部都花给你。那我下礼拜再跟你约好了。好。等一下要干嘛？我等一下要跟轩去谈经纪约的事情。那我带你们去。真的吗？可是我妆还没画好哎。没关系，我等你。等我一下哦。好。谢谢你的话。慢慢来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让让让让，还有那片，好不好？哎，对了对了，哎，姐姐，不要拿太多，好了，就这样吧。我
错了，我应该选你的，真的好美哦。谢谢。哎哎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哎，你们到底在讲什么？没事没事，我们交了一个好朋友，好朋友，好朋友，好朋友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两个可以跟你握个手吗？哦，好啊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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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好了好了，不好意思哈，因为我们还在赶时间，所以你可以帮我们结个账。哎，半价哦。谢谢。啊，吴哥好！不用客气，请坐，请坐。来看看这次的合约书。这一出戏的酬劳啊是20万，但是啊要在上海待2个月哦。两个月？跟你之前讲的2个礼拜不一样哎。那这样酬劳应该要多加一点吧？你不要乱抬价啦，20万很多，可以啦。可是两个月在上海哎。这20万人民币对你们新人来说已经很多了哦。人民币。但是跟你之前讲的时间不一样，那酬劳应该要多加一点。好了好了，我了解了，我帮你问问，请等我一下。那你们还有什么事要问的？没有。等我一下啊。冷静，超多的。冷静，不要表现跟小咖一样，记住哦。20万，我帮你跟老板问了，他说再加5万人民币没有问题。那你们是要用台币还是美金还是港币汇到你们户头？哦，看你们方便都可以。没办法跟大家一起跳舞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去上海拍戏2个月。真的？哎，恭喜你耶！可是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替你决定，你还是要自己跟豆豆说，好吧？其实我也有一件事要跟大家讲。怀孕？不是啊，怀什么孕？是我要去美国念书了。真的假的？就你男人不会担心你吗？他很鼓励我哎，可是你们远距离耶，你都不怕偷吃哦？会啦，如果要偷吃，一整天在我身边还是会偷吃啊。哎，你们不要乌鸦嘴，世界上还是有真爱的。耶，看起来怪怪的，你怎么啦？其实我也有一件事想跟大家讲，我交男朋友了。天哪，终极2年的单身哎！我李敏镐、刘敏俊，差不多啦。他不叫我弟弟啊？不知道，他等一下会来，再介绍给你们认识。好，先吃，先吃吧。好想他哦。好好 ，OK， 我知道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哎，你来了。我是阿哥。李敏镐、刘敏俊。很像吗？超帅的。嗨，嗨。所以你是在做什么的啊？我家是开餐厅的。哦。那你的拿手菜是什么？哦，炒饭。大家都说我很会炒饭。那超厉害的。今天都没看到你，好想你。我也是。亲一个。真的好重咸哦。今天不饱吗？看你吃就饱。那你口渴吗？可以。干嘛？吃东西啊。好幸福啊！饭饭。可以回家了没啊？好累哦。
模角色，不然我来干嘛？这男的都好帅哦，是很帅啦，可是都不是我的菜。扣打给我。为什么？这是我人生的污点，他喜欢男生哎！我昨天还想了一整晚上，我今天一定要告诉大家哎！真香了，人家喜欢男生，为什么好像让我误会他喜欢我一样啊？而且你知道旁边那个男生是谁吗？谁啊？那个矮子？我表哥！真的假的？他这么矮，怎么可以跳这么帅的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对啊，我知道我喜欢男生，你是为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。一起啊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 Mike， 这是我表妹一起，她是往演艺圈发展，你要多关照她哦。OK 啦，没有问题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加油哦。干嘛？所以你原本就认识她了？对啊。难怪他上次找人来帮我们按摩。老板，跟您报备一下，这间店的顶级 VIP 会员最高可以出资到300,000。那就300,000吧。OK， 老板英明。谢谢你哦。没事没事。人好好。难怪他上次找到原理保护。Hi, hi. 我有约一起出来吃饭。I'll be sure to take her out afterwards. And then we'll do something fun. Maybe grab some dinner. 好了，谢谢你哦。那我答应你，等下做妹子带。Okay, no problem. Bye bye. 所以你千万不能告诉他们这个天大的秘密，知道吗？真的，快点，快做了一直在很累，不行啊！彤彤说这样线条比较好看，还有几秒，快了，你再撑一下。好，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辛苦啦，喝水。谢啦。哎，你学校找的怎么样？还没，还没。小姐，你再不申请就来不及了。干嘛？你那么想要我出国？不是，我是为你好。念书不是一直是你的梦想吗？你不能因为爸爸不在了，
就不去念书。你要知道，责任跟梦想是不一样的。照顾爸爸是你的责任，念书是你的梦想。那如果我说我的梦想是你呢？我会一直在这里，我不会跑走的。你是对我没信心，还是对你自己没信心？我要去洗澡。一起，不好意思哦，刚才开会让你久等。不会，时间差不多。其实呢，这次临时因为选角有一点变动，所以特别请你过来一下。哦，不会，什么变动啊？我知道我们这样做很不对，但是我还是必须要告诉你，这次你的角色可能没有了。没有了，可是我们合约都签好了，不是吗？我知道，所以这张支票是赔偿你未能履行合约的费用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为了这部戏我做了多少努力，你们怎么可以说换就换？那至少告诉我被换掉的原因吧。抱歉，关于这件事，我们无可奉告。知道。我们待会还有会议要开，我们先走了。那现在人在哪？在这件事今天戏剧公司这里。你等我，我现在过去。的甄选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你们拿着你们的号码牌到旁边井然有序的排成一排。谢谢。来，我们这边请，这边排队哦。来。来哦，待会呢，我们的甄选可以说是非常正式的，不要紧张。如果会紧张的话，我们来做一个深呼吸，来，深呼吸，来，对，小弟身材非常好，请问怎么称呼？一美。请问有男朋友吗？跟你屁事啊。好，我们来数一下人数哦，一二三四。我终于遇到对的人了，小姐，请问怎么称呼？人家小优。车头，小优。车头，小优，车头 ，so mad。我觉得你会上，不要担心，有我在。Voice， 请问一下，有男朋友吗？有耶。有耶。后面大概还有十几个哦。豆哥，他刚被打架。什么？我们是来选啪啪 girl， 不是来把妹的啊！哎，这些女生你不叫彤彤来选，你叫我们来选，意思不就是要我们来收纳他们吗？收纳总之他们是什么？自无河还是你是谁？法海收蛇妖。被打枪了，对不对？活该！我失恋了。那好，失恋跟施静怡选一个。失去自我。
彤彤她现在已经很忙了，她要忙着排自己的舞都没有时间了。我们当然不好意思请她来 interview 嘛。还有，你以后是这家夜店的公关头，哎，你稍微为你以后的 dancer 负点责任行不行啊？好了，叫人上来。你好，弟妹。我身高是156公分，然后体重是45公斤。我今天表演是唱歌。你的体贴温暖了我的心，就像夏天的风。I want nobody, nobody but you. I want nobody, nobody but you. How can I be another? I don't want any other. I want nobod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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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body. 怎么办？都没有可以用的啊！豆哥，如果你要那种长得正又很会跳的，那很贵，所以我们只好选这些有点遗憾的。还是你要用贵的？这些遗憾也太大了。吃牛肉串，我最喜欢吃牛肉串。喂，你是怎么了？快加！帮我买单吧。问得这么晚了，我是去工作好吗？工作？那么认真工作，怎么都不见你红啊？妈，我红不红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，我整个希望都放在你身上。你要知道，你学那么多才艺，是要我兼多少工作才能付出的费用？你那个爸爸有付过半毛钱吗？哦，又来了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若不是我把你生得那么漂亮，你会有那么多机会吗？好好好，我知道，我一定会给你很有面子的，好吗？我也不想你那么辛苦，但是我们不能让你爸那边的人看不起我们。你知道那个见你的孩子
一个月赚多少钱吗？妈，你不要这样，我压力很大耶。是，你压力大，我就压力不大嘛。我要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把你抚养长大。你爸爸也不断不断的给我压力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这样说爸，他只是陈若颖。到底是我养你还是你爸养你？你有没有搞清楚啊？妈，我每次都只想好好跟你说，为什么总是要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？你不要再给我嚷嚷了。反正只要你红，我就不会再管你了。对了，上升的导演不是很喜欢你吗？还有那个制作节目的制作人，不是也在追你吗？你怎么都搞不出一个名堂来呀？妈，你是疯啊！不可理喻你。快点啊！小女生都这样吗？欢迎来到小美眉的世界。哎，蒋哥，贝安有预计什么时候出国吗？最快明年出吧。那意思是说我们会开始筹办庆祝的 party 喽？意思是说他不在，我就会比较开心喽？当然。你是认真的吗？无限期支持女朋友出国念书。到底要干嘛？兄弟啊，虽然这两个笨蛋讲话好像没什么道理，但我觉得蛮有道理的。要是我啊，我也巴不得女朋友可以无限期出国念书，越久越好。耶！捡到捡到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强哎，蛮厉害，自动算了，这不是我们这么相信的问题。还是你啊？哎，打完了，亚秋，你最输哎，哪有？有啊，哪是啊？最输啊，愿赌服输，愿赌服输哦。我们刚刚赌什么？输了 breaking 啊？有这回事？有。breaking。若隐。若隐，你怎么了？他们又上新闻了。那我凭什么啊？我真的没有办法了。也许他们真的比我们还有机会吧。拜托，他们超 low 的。low 有 low 的人会喜欢啊。而且他们都是改装妹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知道对不对？以前一起跟现在长得完全不一样哈。你看，天哪，这谁啊？超傻眼的，很傻眼吧？我比较好奇的是，他们在哪一间医院做的？也太厉害了吧，完全不同人呢。对啊，而且一起超怕人家讲他的整形妹，他姐妹一个字都不敢讲。知道吗？我刚好跟一个认识的记者还蛮熟的，还好我们是好朋友，不是敌人。哎，贝安贝安，赶快过来跟我一起拍照啦！我们很久没有性感三连拍嘞。不要啊，自己拍就好。你干嘛吵架？没有。快乐。哎，西西，赶快跟我一起性感三连拍，我好想念那个照片哦，赶快。你自己拍啊！干嘛？你怎么了？我昨天喝醉了啦。好啊，你们两个都不跟我拍，那我找彤彤拍好了。彤彤啊，